欢迎收看围棋课堂，一线流魔法围棋入门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佑嘉。现场欢迎来自巨人围棋道场的同学们，也就是前吴兆毅围棋道场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好，小朋友呢，我们上一堂课教过了这个围棋的基本规则，叫做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叫做什么？气怎么样？气进，气进以后怎么办？提取。好，提醒好，大家大声讲一遍。气降提取。哦，很简单嘛，不要忘记了哈。气没有了就叫气进，没有气怎么办？从棋盘上拿掉，叫做气进提取，对不对？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棋子为什么会被气进提取？因为它危险嘛，哈。那么几气以下叫做危险棋子呢？还记不记得？三气以下。好，讲话大声一点哈。三气，讲一遍。三气。哎，三气。或者是两气或者一气，对不对？好像生病了，好像一个鼻孔不通了，堵住了，塞住了啊。那还记不记得三气是得什么病啊？感冒。两气呢？肺疼。肺疼啊。那一气呢？哎，对的哈，要注意了哈。癌症就要完蛋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不能呼吸，你到医院去会怎么样呢？给你造氧气筒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连接肠气，讲一遍。连接肠气。好，那有一个那个潜水的到水里边，他的氧气筒没气了，怎么办？连接。对，连接肠气，讲一遍。连接肠气。好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。我们第一个要去找到危险棋子，危险棋子是三个子以下和对方接触的棋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危险呢？因为接触。啊，任何东西啊，因为接触就会危险。来讲一遍，接触就会危险。接触就会危险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来做练习了哈。来，大家看这个棋盘啊。好，大家看这个棋盘啊。我们跟上次的练习很类似，但这次有改进了，又更难了啊。首先啊，我们这边有三个黑子，对不对？三个黑子连在一起，它的气就一起算了。它有几气呢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气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要小朋友呢。连接两个子儿，但是气不增加，还是六气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大家想想看，想通的举手啊！你上来练习。好，你连接两个子儿，但是呢不能增加气，还是六气，怎么连接？好，我们算算它是不是答对了哈。他连了两个子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，答对了没有？他为什么会答对？为什么连接？为什么连接以后他反而没有藏气呢？我本来说连接会藏气嘛，为什么连接反而不藏气？就是因为这两个子连接的时候又去接触了白棋，对不对？接触就会紧气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接触的时候呢，你会危险，所以说我们连接的时候呢，应该尽量怎么样？不要去跟对方的棋子连接触啊！你如果连接的时候跟对方棋子接触，其实你藏不出气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一二三四五六，再来一次哈。好，来，啊，多连接两个子，只能增加这边这三个哈，变成七气啊，还有一个子。好，那降几气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八气了。老师，你说八气不行，现在变七气，到底是八气还是七气？先要七气啊，不行，这样子不对。再想想看，七气你，好，你来。好，我们看他有没有答对哈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有没有答对？没有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有没有答对？没有，我都没有藏出气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两个子都跟白的接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呢都没有藏到气，还有谁要试试看？还有谁？好，那个大姐姐来，大姐姐来，看有没有办法藏出七气哈。对不对？答对了没有？来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答对了没有？
答对了哈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另外一个练习哈，大家看右边了哈，我们把这个左边拿掉。右边的话呢，哎，这个其实应该这样子的哈，右边这个黑棋哈。那现在这个黑棋几气？一二三四气，对不对？四气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？现在这个黑棋可以往这边连，也可以往这边连。好，我们现在问大家，往哪边连才能够藏出比较多的气？哪一个小朋友你？好，你说，你站起来说，往哪边连？往这边连。好，小朋友，你看啊，他这样子连有没有连？有没有连对？没有。我们玩过那个魔王迷宫，玩过没有？他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断手断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连？头在这儿呢，脚在这儿，有没有连到？没有。好，如果要连要怎么连？这个棋子跟这个棋子中间才能连嘛，对不对？你连到外边去等于没有连。好，现在老师再讲一遍这个问题，你没听清楚啊。老师说这个子还有这个子，这三个子呢要跟这个子连，也可以跟这个子连，对不对？连哪一个它的气藏的比较多，会不会？好，红衣服呢小朋友，两边都能藏气，哪一个气藏的比较多？这样的。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很好，答对了哈。我们来看看它这样子对不对啊？来看看，为什么连这个子比较多？我们看啊，本来是一二三四气，对不对？如果连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变成几气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变八气，四气变八气，增加几气？增加了四气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增加四气哦。如果连这个一连几气了，一二三四，结果有没有藏气啊？根本没有藏到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了这个可以藏气，连了这个却藏不到气？因为它是赌博，因为你掉的棋全都被白棋赌过了啊。因为它跟白的都接触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子原来就跟白棋接触的，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老师这个练习啊，主要就是让大家明了啊，我们藏气的时候应该怎么藏？啊，棋子跟棋子接触的时候呢，就会堵气，就会堵住了。所以说连接的时候呢，要避免跟人家的棋子堵住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电脑画面好了哈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遍哈。我们说接触就会危险，你看上面这两个黑子跟这些白子接触了，尤其是三颗子以下哦，三颗子以下特别容易变成危险棋子啊。这两颗棋子呢跟这三个白的一接触，剩下几气？剩下三气，是不是？三气是不是就危险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正常的一颗子应该有一二三四，有四个方向，所以它不危险啊。那么一颗子，我们说一颗子跟对方只要一接触就一定会危险，这颗子一接触就剩下一二三，就剩三气了，是不是？好像这个情况要特别注意了啊。我们以前跟大家说呢，做网捕鱼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三个子跟两个子，谁是网谁是鱼？谁是网谁是鱼？三个子跟两个子在一起的时候，子多的是网，对不对？子多的才是网嘛，哈。可是要注意哦，虽然白棋是三个子，可是白棋跟黑棋一接触的时候呢，白棋是不是都也变成危险棋子啊？对不对？那么黑的也危险棋子，就生病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生病的时候就会没力气了。那么你做网去捕鱼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力气？力气很大，你才能抓得住那个鱼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，他去钓鱼啊，结果他跟鱼跟他挣扎，鱼一直逃，可是逃到后来呢，那个捕鱼的人没力气了，结果怎么办？结果抓不住鱼就逃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两个人打仗的时候，好，一定要有力气很大，这个力气就是我们的下围棋的气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，再看这个电视荧幕哈，这边也有很多危险棋子的例子啊，大家看一下。那么比如说这边三颗，这边两颗，那大家觉得三颗比较危险还是两颗比较危险？两颗。啊，当大家双方都同样是危险棋子的时候呢，棋子少的气更少的就更危险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你看
这边是两颗棋子，这边是三颗棋子，对不对？同样的跟对方都接触了哈，可是两颗棋子就更危险，因为两颗棋子只有几气，只有两气，三颗子几气，三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三气这个黑棋只是得了小感冒，这个白棋呢得了肺病，哪个有力气啊？得小感冒的比较有力气，是不是？得肺病的就没力气了，所以两个人一打架，得肺病的就打不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同样的，但是如果是这边呢，这个跟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呢，两个人都是三个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两个人都是几气？哎，两个人都是三气，这时候两个人都一样危险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两个人都一样危险，对，看谁先下，这小朋友很聪明哈。当两个人都是三气危险的时候呢，就看谁先下。如果说黑的先下，那黑的就赶紧怎么办？赶紧多下一子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黑的多下一个子，把它包住，那这个时候就变成白的就剩下两气，白的就容易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啊，如果是白的先下怎么办？哎，白的就先下一子，把黑的给包住，那是不是黑的就变成两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气一样的时候啊，要特别注意，当双方都是危险棋的时候，你得先看看谁的气比较长啊。那像比如像这个情况也是一样，这个情况黑的白的只有一个子，黑的只有两个子，所以就算是白的想要去吃黑的，来得及来不及？来得及来不及？被先吃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下棋小朋友很多都是这样啊，明明都已经死了还要去救，越救就死越死的。好，然后呢老是想要去吃比对方棋子少的，好，我只有一气，对方有三气，我还要去吃它，会不会成功呢？这是不会成功的。好，像左边这个情况，两个人都一气，就是一样，谁先下就把对方吃掉。如果反过来，如果是白的先下的话呢，哎，就把黑的吃掉；黑的先下呢，就把白的吃掉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练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哈。先看左上角，大家能不能找到危险棋子？看哪一个棋子最危险，能不能找到？哪一个？好，我现在给它写上符号哈，你告诉我是哪一个最危险哈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哪一个最危险呢？哎，第二号的棋子最危险，因为呢，它只剩下几气了？一气。一气叫做什么？谁知道？癌症。一气叫做癌症，叫做叫吃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教大家剩下最后一的气，一气的气叫叫吃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该黑棋要怎么办？它就好像那个氧气筒没有气的那个潜水夫，你得怎么办？弩。谁会讲？别。啊？你啊。连接长气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好，再叫吃啊。现在如果黑的去叫吃白的行不行？反叫吃啊。如果这样叫吃，是不是被白的先下手为强了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哈，小朋友就是这样贪吃哈。如果你啊，他吃我也要吃他，我不服气，结果呢，结果他先把我吃掉，好，这样就不行了。这个时候因为黑的最危险，所以要先救自己的人，懂不懂意思？先藏气，怎么藏？下在哪里？下在它下边，哎，一下，好，这样就逃出去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话，刚才从一气，现在就变成几气了？变成三气。好，每连接一个子呢，可以藏出两气。好，这样会不会很简单吧？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做一个比较难的咯，先看右下角咯，右下角比较困难了。好，我们要找这个危险的棋子哈，只剩下一气的最危险，剩下一气的这是被叫吃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标出来好了，因为第一次做啊，大家可能会搞不清楚哈。来，先看这个棋子有几气？一气。一气是被叫吃了。这个棋子呢？两气。两气。这个棋子呢？两气。三气。哎，三气。这个呢？一气。一气。这个呢？一气。哎，这两个都一气。这个呢，这三个几气？一气。哎，一气。这个呢？一气。三气。哎，这个三气。这个呢？三气。三气。好，这两个呢？两
气不会算吗？啊，要慢慢算，不要着急哈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的棋子的气通通给它画出来了哈。那我们说过，一气是得癌症的，对不对？假如说有三个人生病了，一个得癌症，一个得肺病，一个得小感冒，哪一个要先急救他的？癌症。哎，得癌症要先急救，最危险。得感冒了要不要去救他？哎，不急哈。所以说我们很简单，我们就把这个三的，哎，得感冒的就给它擦掉，因为它不危险嘛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个得肺病的，虽然是危险，它也比不上得癌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哈。现在这些所有的一气的都是最危险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请问大家，如果该黑棋应该怎么办？黑棋现在有三个危险哦，这边也危险，这边也危险，这边也危险，所以现在黑棋得下一个子，能够一手三用，把三个危险的都解救了。下哪里？吃那三个。哦，吃那三个。对了哈，为什么要吃这三个呢？因为这三个危险棋子的共同的敌人是谁？我们把它连起来就知道，他们这三个共同的接触了谁？对，就是接触了这三个白子，对不对？懂不懂意思？好，我们就用为子的这个角度来看。好，所以说这三个黑棋呢，要把它共同的敌人的鱼把它吃掉，就是这三个白棋，对不对？那下在哪里可以把它吃掉呢？下在中间。嗯，是不是下在这个位置？就是这三个白棋最后的一气是不是在这里？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？下。哎，下在这里，是不是把它吃掉了？对不对？好，很好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练习啊，也是很简单的啊。我们看左上角，好，谁哪一个同学上来帮我找危险棋子？有危险棋子你就给他写上气，要找只要写一气的哈，好不好？那个大哥哥来，来就有人接你。来吧，你会画了吗？把笔抓直哈，不要斜斜的啊。对，好，你把一气的写出来，哪个子儿是一气的，你就写个一。对对，写个一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那白子呢？白棋有没有一气的？有没有得癌症的？有没有？好，连在一起的棋子要一起写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像这个黑的也是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好，可以了啊。那现在我们看到了，好，别走啊。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黑棋也剩下最后一气了，对不对？白棋也剩下最后一气了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两个黑棋跟这一个黑棋一次把两个都救到？怎么办？怎么样才能救这两个？应该怎么办？应该下在哪个位置？会不会？现在这儿。好，你点一下啊。很好，好，答对了，请回去啊，请回去，答对了啊，表示他会了嘛哈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说我们正确的下法就是应该怎么办？就是应该把这个白棋给先吃掉。当我们把对方的棋子吃掉，它不见了，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跟它接触了？因为它不见了，没有接触了，所以黑的气就怎么样，就藏出来了。嘿，那如果说你下错了，你把这个子连住的话，行不行？连着先吃你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反过来，白棋就把你给先吃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这一题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题呢就比较难喽。我们现在看右下角喽。好，右下角呢，我就直接点出来哈。一气的气在哪里？这个白的是不是一气？嗯。然后这两个黑的呢？一气。也是一气。好，现在请问该这个黑棋下了哈，应该要下哪里才好呢？白子。啊？谁会啊？好，那个小光头，你说。你站起来，你说，你站起来。下面。吃，把下白棋下面把它吃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样下呢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两个人都危险，就先把它吃掉，你就不危险了，对不对？
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电脑画面对不对哈？好，现在小朋友说啊，应该下在这个位置，把它吃掉。对。好，吃掉以后呢，这两个子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它这两个子是不是还是两气？是不是？那白棋就会给你怎么样？给你堵住，就叫吃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不要救这两个？就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说呢，这个黑棋呢下到这里了，虽然把白棋一个子吃掉了，可是外边的白棋呢，哎，又连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又可以连起来了哈。那这样子就是小朋友不懂得什么呢？不懂得强于网跟废强的道理了。以前我们是不是说过，我们要做强于网废强，要怎么办？要把划线连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说我们刚才这个白子当然会死了，可是这两个白子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也只有三气？这两个白子是不是也只有三气？对不对？这两边也都危险，所以这个时候白黑棋呢，除了把白棋吃掉之外，还有更好的办法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除了切断锦气之外，就是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就是连接场气。那如果黑的下在这里呢，才是正确的答案。大家看看为什么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黑棋连接了才对？这样子连出来才对，为什么？谁知道？你知道，好，你说。因为它气儿长。气长，气长有什么用呢？就不会。它现在这个黑棋这样长气之后，它是强于网废强哪一种呢？废强吗？嗯。好，请坐哈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我们看这电脑画面哦。黑棋这样藏出来之后呢，它的好处啊很多哈。第一个，我们说这个白棋呢剩下一气了，但它逃得了逃不了？逃不。它往这个棋盘边边逃得了逃不了？逃不了。哎，逃不掉的哈。棋盘边边呢好像地板嘛，往地板撞逃不出去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白棋实际上呢还是死掉了。那么黑棋往这边逃出来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可以做网，再把谁包住？哎，再把这两个白棋给当作什么呀？再当成鱼给它包住，对不对？所以除了把下边这个吃掉之外，又把这个当成鱼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两个白的变成什么了呢？变得跑到马路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变成废墙了，变成几号？变四号了嘛，是不是？一号是墙，二号是网，三号是鱼，四号是废墙，哈。所以说下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啊。黑棋如果连接长气，就能把这两个白的变成三号，把这个呢变成四号，而自己变成怎么样？又可以做网捕鱼，对不对？又可以围控，这才是最好的答案哈。所以我们下围棋我们就知道，下棋我们一再跟大家讲，围棋不是战争游戏，并不是要把对方杀掉才赢啊。最重要是什么呀？要围地嘛啊。那下棋的时候，一手棋要作用越多越好啊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。吃掉只有一个作用，只能吃掉一个子。可是如果连接长气的话，不但把这个白棋吃掉，还可以呢，又抓这条鱼，又把这个白棋做成废墙，这样是不是一手三用？这样看得懂吗？这样明白了吗？好，不明白的小朋友举手。如果这样听不懂的举手，听不懂我们老师可以再讲一遍，听得懂吗？懂了哈，懂了哈，这个很重要啊、哦。小朋友很多小朋友都喜欢怎么样？喜欢吃籽儿啊，吃一颗就好，吃两颗就好。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哈，因为下围棋真正的目的不是战争游戏，而是生存游戏，对不对？谁的地盘大，谁活得好，谁就赢了哈。所以我们在下棋的时候要注意，怎么样能够下的地更大，而不是说光是吃人家一颗籽、两个籽啊。虽然我们现在教大家吃籽的技巧，但是还是不要忘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。好，现在左上角了啊、哦，大家注意看啊、哦，这个题目又更难了、哦。老师把一气的棋子呢拿出来，一气一气一气啊，三个一气的棋子，对不对？现在该黑棋了，应该怎么办？到底应该把这个白棋吃掉呢，还是自己连接长气，哪一个好呢？这个又更进一步了。连接长。大家想想看。好，我们表决一下，应该把白棋吃掉的请举手，有没有？应该连接自己连接长气的请举手。哦，好，很好啊。为什么会
为什么要自己连接长线？我们来看电脑画面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黑棋贪吃就不对了啊。好，这个黑棋呢，如果这样子下在这个位置贪吃一个子儿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黑棋仍然是危险棋，你看这两个子是不是一个子接触一个子接触，这时候白棋是不是又叫吃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叫吃的时候，黑的接起来有没有全部通通死光光，蹦接起来反而怎么样？哎，反而自己死光光了。下围棋就常常这样哦，老师我明明吃掉他一个子，然后呢然后又全部被他吃光了，就是这种情况哈。所以这个时候贪吃一个子啊就不对了，这时候反而应该怎么办？哎，连接在这儿。因为连接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啊，白棋这个子一连接之后呢，刚才这两个黑棋的危险棋就不见了，只剩下怎么样，这个白棋一气跟这个白棋两气，反过来这两个黑的却有三气，所以呢变成了黑的不危险，两个白的危险啊。那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就这个子，黑的可以怎么办？赶紧再吃这个子就好了。